他杀感是不是有点记仇啊？我看他在赛场上就对你魁没瞪眼的，你要不要小心一点？你觉得他会对我造成威胁？忍不住留意一下嘛。不提他了。需不需要我给你捶捶背、捏捏肩呢？刚好我这个肩膀有点酸，哎呦！是尊敬的大明星，为了让你在场上闪闪发光，我一定使尽全力。嗯，啊，这是用你肩，哦，太阳镜。 Hey. I need to do the test now. Coach, 不知道这怎么暂停比赛啊？白石干先生要求暂停比赛，对申庆元选手临时执行兴奋剂检测，他怀疑申庆元选手现在的状态过于镇定，与他之前得到的背调资料不同，很可能是。 在资格赛后的空隙里服用了药物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暂停比赛！巴沙坎这是什么意思呀？阴阳怪气啊！Everything is ready. We just wait here. 你们两个跟七号选手去检测一下。好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七号选手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请。唐鑫。 我们一步一步来。那这一步是？是我梦想中的一步，也是我早就该踏出的那一步。以前，你说是你先喜欢上我的，但是我表示怀疑。现在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是我先喜欢你的。作业写了吗？没写。你写了吗？ 我没写了，那道题你们都不会啊？你说过，等我拿到奥运门票，我们的关系就会更进一步。对无心的人来说。 永远都找不到本可以解开难题的正确答案。